天要来做商家回收袋，准备的东西有线、织袋、开封不用的剪，还有三个扣袋，小的灯。我先把它画好了，所以说只要把它剪下来就好了。再把它翻过来，翻过来，收边，收这边的边，所以拿一块布，好好线，不要拖过去可以，我好一条线。
塞进去，把塞完进去，这两根把它凸起来，要把它收边，收完铁丝的部分，慢慢的把它绑起来，这样，看哦，绑起来，然后另外一边也一样。拖出来的部分拿下另外一边，对，好，我觉得好累，那还是多很多的这种，就把它割掉。如果没有塞铁丝的话，就会塌塌的；那如果塞铁丝的话，就会像这样，刚好是围的。一个圆圈，椭圆形，管它什么圆，反正它这边开开的，看懂了吗？这样一定要塞铁丝啊。然后，剩下这一段是要粘在那个，那个缝在那个这个半角后在袋子上面。这一段要留一段出来，记住。然后这个是，然后这件就一条，然后总共要做三条，所以转场。啊，做完了，来试试看吧。